101魔术马拉松的第一场表演，欢迎我们的魔幻师李佳峰。我需要现场一位观众前来协助，有自愿的吗？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电线胶布。你现在撕一段起来，好，伸出你的大拇指跟食指，用胶带把它捆住，把它捆起来，对，把它捆起来。同时呢，我也跟你做一样的动作，而且我绕更多圈哦。好，是不是很难打开？很难，对不对？摸一下，很硬吗？这时候我还需要一个东西，手表。有人有手表可以借我吗？但是手表不是任何手表都可以，必须是金属履带、完全密封的这种手表。我要把手表垫进去，也有可能吧？对对对。所以待会如果成功了，现场的朋友可以给我拍拍手，掌声鼓励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自己看哦，数一二三，一、二、三。检查一下，在里面。就打开了。哇哦，掌声！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糖果？不是。也不是巧克力球，这个是气弹。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示范一下这个气弹枪的威力到底有多大。首先，散弹。好，第二个，装子弹。第三个步骤，开气瓶。这个气弹的速度每秒可以达到30公尺，是具有相当大的杀伤力。我们现在请刘教练来为大家示范这个气弹枪的威力。好，我准备，瞄准，选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大家都听到这个可怕的声音了吧？如果这个气弹不小心打到我的眼睛的话，我眼睛一定会失明。然后如果打到嘴巴的话，我门牙会断掉。可是如果不小心，最危险的是如果打到我的颈动脉，我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。接下来为了证明。这个魔术是真的，没有串通。说请一个媒体朋友帮我在这个子弹上面做一个记号，帮我做一个你觉得独特的图案，你自己喜欢的。这里做的记号哦，他做记号了。首先一样上塔，好，子弹在这边。这时候还需要一个东西，开气瓶。这个是气球，我先把气球吹起来。哦，非常非常的紧张。接下来它会带来气球呢，会证明说这个子弹的射程会经过轨道，然后到我这一边。瞄准，瞄准哦！哦，一、二、三！哇，到底我们佳峰能不能成功的接到子弹呢？好紧张哦！有吗？哎，在哪里？哇，掌声！接到了子弹，而且是用嘴巴接到子弹了。哇哦，大家都看傻眼了吗？如果有手的可以来点掌声。刘先生，你可以到这里来吗？检查一下，是不是有你画的这个图案？这个图案是爱心，没错吧？好，请你拿下去，这个送给你当做纪念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